我给你发呀。行吗？洗澡了，你去吗？洗澡。 他们两个被子里头的，他们两个，对，他们是他们他母亲，他们原来就关在这个院子里，然后走了，我走了，他就在天津，他就叫我。 那个朋友说，就是跟我一起吃饭来的，哎，一起吃吧，吃点儿噻，啊，就是在那个。
温めるじゃべさ。